好，我是联达汽车的柚子，现在帮大家介绍一台2017年的马自达6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那这台是汽油版2.0最顶级的。来，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外观。马自达6呢，就是典型的超大型豪华房车，这台是汽油最顶级。所以它有一个彩色的仪表板，还有一个抬头显示器，再来车道偏移、行进防滑、盲点侦测、怠速熄火，这些都是基本的功能。最厉害是什么？车道偏移配合上我的方向盘辅助，高速公路上面的时候，如果我车子飘了，它会跟你抢方向盘，酷吧？赛车也是小改后的，小改后的就是电子手刹车的版本。重点，这台车几乎没在开，5年车它只跑了36,000公里，都在原厂保养哦。重点，这台车还搭载了双侧的电动座椅，包含了它全车都是 Bose 喇叭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后座吧。这台车真的不愧是超级豪华大型房车。我身高170公分，前面驾驶座我调到最舒适的座位后。我的后座离前面还有3个拳头，头顶还有一个多的拳头。这台车也非常酷的安全性，一样，驾驶座、副驾驶座正面各一颗气囊，驾驶座、副驾驶座侧面各一颗气囊，再来就是全尺寸的合部气囊。OK， 它后座也还有出风口哦。那我们看到后面吗？后车厢也非常大。后车厢有474公升的容量，超大。这台2017年2.0的旗舰版马六，它的马力有165匹，扭力有21磅，它的平均油耗是15.7。说真的，这种大型房车它也非常的省油。OK， 大家如果喜欢小柚的影片呢，麻烦底下帮我按赞、订阅加分享哦。我的电话也在底下，想要看车都可以打电话预约，我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